故人西辞黄鹤楼。好，如果故我们可以这样写的话，好，这个词。就这样写就可以了哈。一，好，要多一点，哎，好，那黄，这个笔哦，已经退休了，他要拿出来干嘛？为什么呢？就不好写了。哦，黄鹤。楼，它在里面，没有笔尖呢。那要不要拿来支呗？来不及了。来不及。好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这样对不对？绕过来，这个是西，这个画下来，变成一个土。然后呢，我再把它绕过来，花。烟花，这个叫做花。好，三月，好，一切好，三月下扬州，下呢用草书来写，下有没有？扬手提布还是手提布。好，有没有？他过来。这个手提布啊，来，周围有没有水补？没有。好。好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孤。绕过来，对不对？点，哦，反在这里，金布，然后多了一个这个，好，远影碧光镜，远，好，碧光镜。空拉过来，好，一口气，好，违建，好，拉过来哦，草书违建，长江，好，长。违建长江，好，拉过来，哦，天际流，谁的诗？李白。还有什么事？宋孟浩的《竹筒还有是，啊，我不要写那么多，一首，啊，丙申，秋，吴起贞。你们要有个地方要写，就是说写名字哈，不可以太草率啊。虽然我草对不对？但是
没有到那个帅，就是我把写草书，但是很严谨的一笔一画写，懂吗？所以有些人就是，哎，到写名字的时候乱写，啊，其实本人很好啊，啊，写名字的时候就没有写到最后，哦，从一而终，从头到那个都没有，轻轻在下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